Hello，大大家家好，我好，我是是 B B Boy 波 Hank。Hank。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抄袭的。我脑海里浮现第一个影片，觉得蛮有印象的。B Boy RM VS B Boy Kid Columbia。这一段影片我一直很有疑问啊，像我从这个片段，RM 在出第一 round 的时候。好，从这边开始哈。单手大抛下雀降雀，单手大抛这个炸尖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Kid Columbia 在夹这个 RM，没想到 RM 可以在这么高强度的招式中。知道 Kid Columbia 在夹他，然后还夹回去。他夹回去是不是在说，觉得说 Kid 不知道他在夹什么的意思？你看，RM 这时候蛮不开心的，就觉得不知道他在夹什么。他这招就蛮正规的，所以这时候 RM 指出他那个一次两次，一次两次，就是。你看他不爽，他在夹的时候 Kid 不在。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抄袭或是这个动作不知道Kid Columbia 在比什么，但是有时候夹对方的人，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也不太理解，所以那大家觉得是这个什么？但那如果那大家觉得什么时机是？会去夹别人的状态，是很明显知道对方在抄袭的时候，还是什么时候？你看，哎，你现在非常不爽，我真的很怕他们打起来的。OK，Kid Columbia，我也是觉得他很厉害，他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自杀式的前空，自杀式的后空翻，往前跳的后空翻。你看，RM 这时候。也不 这个影片是我很多问号啦，两个都是非常著名的泡沫 B boy，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帮我订阅、按赞，然后或者是，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